这里是四色高原亚纳比滑雪场。东京到这里大概需要3-4个钟头左右。滑雪缆车 Lift 有分3种 course， 目前我们乘坐的是初级 course， 中高级 course 就是雪橇雪马挂在外面，能走进去。Lift Camp 有分4小时和1日券，再加上滑雪装备的租借，以4小时为例，一个人大约10,000日币左右。日本出名的滑雪场，如白马、藏王、苗场等等，一般我们都是喜欢滑雪场是混雪的，摔下来不会痛。目前滑雪场的设备和租借还是日本比较良好，这个我们可以参考日本全国滑雪场情报。滑雪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，速度快，这是它迷人之处，诱人一对欣赏美丽的风景。只要有一点点滑轮或是冰刀的平衡经验，滑雪真的不难。在很早下雪的台湾，这是一项不错的体验和难忘的回忆。
短的就不会了啊，这个不是短的。